今日我就测试个新调组，你哋又估下个成效如何呢？喂，鸡鱼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Marco。今日我哋四个就落维港钓鱼，今次来钓鱼有阿大眼、Oscar 同埋立常。这个就是今天我用的新钓组，我用副三号鱼丝，用粒 35g 的子弹圆，下面钓一任二号鱼丝做拉脚，而粒夹圆就是 2B。 我期望这个钓组可以改善到圆头钩的顶嘴问题，同埋可以令到鱼脷更加贴底。这个钓组都是由机钓启发而成，今天第一次用，果然成效不错。又嚟，喂，再喂，再哇，大条，猪条大条，大条，收起，就威啦。好啊，几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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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定住。哇，佢唔上嚟喎，翻嚟啊！系啊，翻嚟，但系好鬼幼稚喎，而家就紧啦，而家就。班啊！哇，青班啊喂！哇，咁样钓，拎咗埋，拎咗埋，好拎好呢一齐。哇，两好拎拎咗人，两好丝。哎呀，雞，哇，大雞，係咯，咁都執條大雞喎，係咯，好啊。想問點解嘅船頭嘅船舵？你又唔係啊嘛，大佬咁都睇啲嘢喎。點解嘅？唔係啊，依度自己釣到嗰啲好啲啊，冇飛過淡水啊。魷魚都係嘅，即係買張果搞。你都飛過淡水咁多喎，淡水咩？後邊鬧啲係嘛？橋繩，橋繩。呢条好食，呢条好食个。呢个钓组果然犀利，今日我就钓一条青斑，一条黄脚蜡，一条火点。今次嘅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我系 Marco， 下一集再见。